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琪琪今天要出门，我们看一看需要注意什么。快乐出行，安全第一。帮琪琪买到这些东西吧。选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吧。去哪里买呢？先要乘坐电梯。哪些小动物的行为是不对的呢？小老虎怎么在掰门呢？坐电梯时不要掰门哦。小羊坐在了地上。哪些小动物的行为是不对的呢？小羊不可以靠着电梯。坐电梯时不要靠着门哦。小猴子在蹦蹦跳跳的。哪些小动物的行为是不对的呢？坐电梯时不要蹦蹦跳跳哦。都找到了，你真棒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不见了，去问问前台的叔叔吧。去寻找前台叔叔帮忙吧。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？您的孩子在服务台等您。前台叔叔会帮我们去做广播。在外面要紧跟着妈妈哦。要买哪件东西呢？要买琪琪的半袖。你太厉害了。还需要去水果商店。琪琪，现在是红灯。握紧妈妈的手哦，要跟着妈妈一起过马路，握着妈妈的手，帮助这些小朋友们找到他们的妈妈。红灯停，绿灯行。现在是绿灯，可以通过了。绿灯闪烁了，马上就要变成红灯了。绿灯闪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前进了。遵守交通规则，真是个好孩子。要买哪一种水果呢？要买这个梨。就是这个。你真聪明。哦，小朋友，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，不要跟陌生人走哦。快去抓小偷啦！小偷跑得好快呀，快抓住他！马上就要抓到了。小朋友，遇到危险记得找警察叔叔帮忙。小朋友，你爸爸妈妈电话是多少呢？宝宝们要记着父母的电话，拨打爸爸妈妈的电话吧。18120821858。
喂，妈妈。小朋友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要买哪种饮料呢？要买这个罐装的饮料。东西都买到了，小朋友，出行安全你学会了吗？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